靠因集主众生做主协业，日修成数不别定力可论，菩萨顶足开悲，灭不现法，道向善处，令彼道心安稳。啊，苦啊！人生苦也无苦呢，真正是苦啊！苦是因集，啊集是来自众生，啊真多真多众生啊，所造作的业业。邪就是无明啊，真多的无明来自于一念邪，就是道理不清楚啊，所以造作的真多的不善事，因为安尼，所以。修成数不别啊，定力的苦乐中啊，真正是成数，由不得自己啊，安怎来生？不知来自何处？什么时阵呢？哎，往生也不知呢，往何去向？既不知将来，也不知去向。在这个中间，人甲人的中间呐，爱恨。情绪爱偏偏爱别离的苦呀，恨的呢，怨的呀，偏偏呢，聚集在一起啊，爱恨情绪啊，做这些情啊。啊，又是呢，因为情是起了怨，那起了仇，才互相互杀。哎呀，这个、人生啊，矛盾的代志多多啊，真多啦。这么多的矛盾苦难事，都是由不得自己啊，这就是邪啊，无明邪，所以受了这个生死逼迫，真苦啊，那由不得自己。安尼一直沉溺落去，所沉溺的地方，就是咱最不如意、最苦难、最无想爱的地方。偏偏呢，就是这个业力安尼牵引起啊，啊，不由自己的苦。看看，将中东北非呀、啊，起了任何开始，一定呢，都、就是无穷尽啊，
人民安尼受尽对绿地行的成千上万呐，偌呢真多人苦劳堪忧。有的家呢，有的婆，有的老的爱抚，路中呢失去了性命，病苦拖磨，失去性命的也无少的。那为什么因都爱安尼呢？叹无奈，因为因呢所生的国度用力不得啦，整天的炮火啊，规天的战乱啊，留在因的国家死路一条，所以拼着性命的危险都要离开，从陆地行，从海路走。陆地半路丧失性命，水路呢海上沉溺，这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啊！有的人搭着火车，那逃到有的呢是用火轨车逃到，天气炎热，还未到达目的地，打开了火轨的门啊，已经呢，几十人拢是呢，变成了一具一具的尸体。看人生啊，什么人愿意？无法度生存伫伊个出生地呢？虾米人愿意呢？伫这种不安定的国家来逃亡，爱经过遮尔长的路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虾米人愿意？真多真多呢，都是无愿意，无愿意，但是呢，不得不躲难。这是不是因为众生啊？有的众生就是安尼迷信啦，一念心啊，丧心病。就造成了呢，损害真大啊！那只是为一念的嗔怒，累积了真多的恨意。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安尼伫咧累积，是什么款的欲望呢？安尼伫咧造成。天下已经呢，数千万人啊，安尼伫咧受尽苦磨啊，这甘就是苦集，这种苦集来了，种种的烦恼无明，造成了这么真多。残酷人间的苦难，这就是业业啊！众生的穷业，众生的业，不知家己伫咧受苦，嘛唔知是安怎啊？那造成苦的源头。迄个点也不知为何，本来是一念的贪欲占有，造成了呢
破碎，一种不得休息落来，这一渐渐，这造成这么正多呀的苦难，那造苦的结果是啥物呢？结果，人人还唔是伫迄个定力苦轮呢？所以讲起来，人生苦也无苦啊，唯有呢，唯有需要菩萨啦。人间需要菩萨，菩萨宾主慈悲，秉承着佛陀的慈悲呀，教化了解啦，人间呢应该爱用爱的力量来度化众生，希望人人启动了自心，对创造人间的福业，人人来造福啊！这需要教育，所以宾主看看诸梵天王从八方上下，阿弥就是到了佛的道场，就是请佛转法轮，希望大家家会当将人间的这些苦难安怎样的起因，这个法，希望大家家啦，会当清楚安怎样，才会当消灭了这种的苦难。这执甲苦的源头，希望安怎样会当灭除了苦，那佛陀呢就开始爱安怎样来甲大家人分析。苦的来源，就是因为执，执的源头，起自一念心，一切为心造啊，咱的心王啊，心所啦，人人的心所法，这个心，心王啊，以一起动念。沿着这个境界啦，那吸收了一切的这个欲啊，欲念一起动啦，那就会造成了真多的占有，那起不得啦，就是动真怒，万分情愁都安尼起呀啦，苦难已造成啦，那就是爱慈悲，启动大家人的悲心，好好呢来灭掉了迄个不善的法，不善法要安怎灭啦？也是要将一念心，所以一念心需要大觉者呢来教化，所以灭不善法啦，才有法度甲人人都向善处，令彼度心安稳。总是需要佛陀各家转法轮啊，也那无呢？
众生啊，一直善念减少啦，恶念增多啦，善道众生也减少，诸天众减少啦，那诸恶道众生增多。这种众生生死不灭，那定力可论，这一直恶道众生成长起来，所以需要菩萨。菩萨在不断上求佛法，那下苦难众生，这就是菩萨上求下化。上求下化的菩萨啊，必定爱秉承佛的大慈，这个道理啦，文化、说法、道化众生。必定爱入人群中，人群中的苦难呢，必定爱启动悲心，这念悲心启动啦，才有法度呢，誓愿力量啦，入人群啦，要那无，大家人认为我独善其身啦，我了解佛法啦。我自己断生死，自了生死，安尼这因缘众生还是呢不断恶道增长，善道减少，这一人间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佛就是。为了人间的苦，才会来人间。无私劫以前，大通地成佛，那是无私的无私以前啦。其实，是咱人人本具呢，无私以来，这点。善念，只是呢，干那这个邪念啦，使咱远离啦无私劫呢，一时间远离去啦。那现在都爱用释迦牟尼佛呢，重新来启动，所以启动悲心。也咱都爱秉承佛的慈心，安尼来启动悲心啊，行菩萨道入人群中去灭不善法，人人心啊偏差错误，咱哪会当？用法啊，入人群中，先不可何为说法？安尼呢，才有法度，甲人啊导向善处，和人人呢就有道而正业。孔夫子讲，人人还是呢？爱家带在迄个有道，就是有道德的方向行，也道就是明德，那就是咱讲的道心啦。那人人爱家带导向咱的本性、道心，啊，这条路行去呢，伊都。安稳啊，回归到咱的真如。
本性，烦就是安尼，这么简单呐、啊。定点结无数以前，咱本来都有啦，只是呢，迷失啦，那拉长了时间呢。现在咱都爱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，咱爱用心信修啊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呢。就有道啊，哎，来正吼，正咱的方向，所以就有道即正也，这是孔子的话吼。那第佛法呢，是爱引导向善处，那会当走入咱的正道啦，安稳的路径。啊，那看到这段文啊，啊，不由自己啊，就会一直想到遐个难民啊，到底因的路中伫咧行呢？那、啊、是安稳也无？那、啊、方向是正确无？安尼偷渡呢？那、啊、未来的前途又是安怎？真正是心啊，真不忍哦！啊，过会到的，一旦托尼基迄个所在，因多加迄个所在，咱知影遐个人虽然呐、啊、是难民，也阁有人伫咧关心。咱知影遐有人已经安顿落来，毋过呢，因的前途茫茫啊，还是呢，沙漠中的帐篷还是不稳定呢。哎呀，偷渡客，这呢，一苦还是同款存在，虽然呐、啊。生命是安定啦，但是生活呢，还是受尽苦难折磨啊。所以啊，读者所讲的，都一直呢脑海中啊，感觉人生的苦，苦来自己，安怎的方法会当呢？消灭掉了因的苦呢？安怎样才会当予因安顿的安全的地方，予因会当身心安稳？啊，只是敢那会当叹无奈之后呢，都还不断呐、啊，爱的经济。正确的方向，人与人的中间啊，不断去传爱的力量，也无其他呢，实在是无办法咯，所以需要法轮大转呐、啊。前面的文讲，给予一切众。喜叹未曾有，我等自强殿望光顾颜色，今以红世尊为谁爱得受？啊，这段文那是梵天王啊，拢已经到这啦。在佛的道场啊，大家人的心愿啊，大家人都要来请佛传法轮，因为呢，世间若无有佛出人间啊，这个世间是黑暗的啦。若无有觉者呢，来传法轮啊，多数呢众生都是爱。对路恶道，所以
不断呐、啊，所有的梵天王拢总呢是阿弥的心愿，期待佛会当转法轮，也那是转法轮呐、啊，大家人都会真欢喜呀、啊。所以讲，不只是天欢喜啦、啊。诸梵天欢喜啊，也个有良心不破啊，也个有呢人间啊，五道啊，这殊胜的众生一定拢真欢喜，因为佛亲像世间开了眼目啦，看得清楚。世间的形态，咱凡夫无明啊，都亲像目睭暗起来同款。佛啊，大觉者来人间，就是要甲咱拍开咱的眼目，予咱的眼目呢，会当透视人间的事相。大悲梵天王。敢唔就是求大通地性佛啦、啊？会当用人间的思想啊，来开导众生。所以这些诸天及人所做期待哦。一切众生最期待啦，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吼，大家人赞叹佛出人间要大转法轮，所以梵天五顶啊，就是梵天呐、啊，带着真珍贵的物件，那一路呢散花啦。虔诚礼拜又是供养吼，表示呢最虔诚的供养。那这份最虔诚的供养，会恳切求佛啦。那这就是功德，愿意出功德呢，普及于一切五顶以众生。戒恭敬佛道，这就是四气大愿呐、啊，及所有的梵天王所讲，因所造作的一切，因的虔诚，因的供养，因的恳切，那就是要请佛转法轮，佛会当转法轮呐、啊，这是功德无量啊。但愿这个功德呢，就是普及予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啦，会当听法、如法受持啦，人人呢都该共生佛道，这是四气大愿及所有的梵天王的心声。接下来这段文。安尼讲，逆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击赞佛意，各别佛言：为愿世尊啊，转以法轮，度所安稳，度所脱脱。是诸梵天王自说其言，哈、啊，诸天呐、啊，就是干呐，为着这个目的啊，安尼呢，要来请佛转法轮呐、啊，是偌尼多呢？五百万亿诸梵天王啊，各讲呢？都拢总一心同心啊！安尼伫咧赞叹佛啊，这已经呢，安尼用这长的时间，各方向
的梵天，拢到位各方向的梵天呢，都是安尼虔诚的恳求，虔诚的积赞吼，赞叹佛的德吼，啊，天人所需要的大觉者，所以在向佛呢，搁在表明这些。表示呢，至诚恭敬恳求，受供养啊，受请吼，这些所有的梵天王表达的心意。这个心意呢，就是讲为愿世尊转移法轮，用这么这么多的虔诚呐，安尼来付出恭敬礼拜，只是干那为着安尼，为着什么？为着世尊要来愿世尊呐、啊，为愿呢，就是。殷切、殷切恳求，会当兴旺佛的随爱吼。那这佛是高高在上大觉者嘛，所以希望佛啊，好亲像慈悲父，好亲像人间的导师，所以师就是父。对待，那就是爱，所以就是希望会当爱呀、啊。这种从面顶安尼普及，大家这叫做随爱吼。那施教啦，来布施，来教化吼，用这个教化啦，来化度众生。啊，众生真正是真苦啦，需要呢法来度啊，法亲像竹棚啊，那苦海茫茫啊，需要呢有安尼的竹棚来拯救众生。脑海中再浮现的嘛是呢。茫茫大海中一大群的难民呐、啊，大船超载啦，船翻呐、啊，病啊，那真侪的性命沉溺伫海底里呐。得救的人呢，到底是要对倒位去？苦海茫茫。真正是需要呢，法来净化人心嘛。普天的众生才会当平安，才会当有福啦。所需要的是道理，是法吼、哦。因为安尼，诸梵天呐、啊，就宽清世尊转大。法轮，这亲像释迦牟尼佛啊。初行正觉，迄当阵开始成佛，了解啦天地宇宙万物真理，完全通彻啦。道理是这么奥妙。
看看六道，或者是五道、四圣，众生这么真刚强，这么真愚钝啊，到底安尼这么真微妙的法，这么深奥，到底呢？因众生如何来接受呢？这些佛啊，有一段的时间心真静寂吼，啊，这种微妙深奥的道理，一种呢烦恼重重啊，无明性的众生啊，恭敬如何？会当接受这个时间呐、啊，起一个念头，想要放弃哦，及时啦，诸天呐、啊，永恒呐、啊，这些的错觉悟，迄当阵的迄个心态啦，那安尼的考虑啊，诸天呢？就现前哦，清佛转法轮，嘛是用真恭敬的心，就亲像咱拄只伫咧讲的梵天呐、啊，来道场殷勤清佛转法轮，这是一个大觉者成佛，一个依归啦。大家这生活啊，总是呢，要有诸天来清转法轮，这表示虔诚吼，梵天也是这么虔诚啦，所以用殷勤清佛啊，转法轮来化度幽静啊。会当予人人躲避眼，从迄个茫茫苦海中啊，无明烦恼中啦、啊，会当脱离，会当呢，大家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吼，到安全的彼岸去。那安尼呢，就会当道所安稳。道所道团哦，这就是诸天，也是梵天王诶虔诚的求愿呐。所以一直拢讲唯愿，就是心最虔诚的愿望吼。佛会当转法轮，佛那是会当转法轮呐，那就是。众生啊，道所安稳，不只是天人吼，那一切众生呢，拢会当得到度脱，这种安稳才会快乐啦，才会当得到呢寂静妙想吼，那梵天呐、啊，也阁有微分。的烦恼也未断除，何况呢？人间众生啊，这个烦恼重重啊，梵天也阁有微分的性，也未透彻吼。那凡夫呢，是重重的烦恼，不管是轻是重啦，都是需要呢法轮。转啊，烦呢，会当究竟透彻吼，安尼呢，梵天得到寂静妙想啦，因为因修真啊，嘛是爱搁对路啊，成思中啊，希望呢，会当得到寂静妙想那。世间呢，人间呐、啊，就是世事纷争，那那会当得到法啦、啊，才有法度应现。人间
烦风无明，不断地咧作业，唯有净化人心呐，才会当这个世事纷争应信啦。啊那安尼，才会当讲断尽了攀缘的心。咱众生就是攀缘嘛，真多的恶缘不断一直砍落去吼，砍攀到这个缘，安尼无明啊，累生累世，咱要安怎样？会当甲众生呢，化度众生，而不受众生呢，安尼砍缘吼。含这个众生的业缘，菩萨会当去以众生结好因缘呐，但不受众生呢攀恶缘，未必甲众生攀恶缘呐，是甲众生呢化度众生，来接引众生的。善因缘，那断除了呢，这个攀缘吼，所以这纷争、世事纷争，拢总熄灭啦。会当呢，断除了这个攀缘的心呐，那就是入人群不受染着，这就是菩萨的心吼，所以。始祖梵天王自说其言呐。去当阵的梵天王啊，那就是一个有迷昏的邪迷心呐，心所迷得安稳，那心所呢就是迷得安稳，一个有起心动念嘛，一个有思想因外面的境界。这在世界里，虽然伊造福成为梵天王，但是呢，要安怎样断除呢？这个心所烦，这心还佫会攀缘的心，这叫做迷昏的烦恼，叫做迷昏的邪迷尽呐，故必得究竟的法来度，这就是过去。真长的时间啊，无佛出世，那因也无法度得到究竟的法度吼，所以未能脱离生死，这是梵天王呢，因的心声。再接落来讲，世尊转法轮呐，极甘露法果，度苦恼众生。开示涅槃道，这段文就是在解释上面呐，梵天王吼的心声，所以咱爱请转法轮，因为呢迷昏烦恼的心所发啦，也未究竟吼，也未尽呐，所以一个迷昏烦恼。所以真困切啊，要来请佛转法轮，因为修真同款呢，爱搁在对路啊，因真烦恼一点，因为呢，因一个有思想，因一个有呢未定向的
也得究竟吼，所以惊这个思想偏差去，这是因真烦恼吼。即讲来，请大家者转发轮呐，这些大通地幸福吼，那伊人间幸福。在人间转法轮呐，啊，成佛了后呢，虽然真久啦，但这是真无所及以前吼，还得到真困难。这大通地成佛，那成佛之久吼，真久，顶点及以前呐，这么久哈。所以成一尊佛啊，好真无简单哦吼！那得道之艰难呐，各十方世界梵王愿转法轮，就是因心愿，请佛来转法轮，所以一直呢，每一段都为愿，就是因心愿呐，因呢。心中呢，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请佛转法轮呐。这种殷勤恳请，这所求的人真多啊！所有五百万亿梵天王，这么多啊，就是要来请。转法轮呐，世尊，转法轮，极甘露法果。佛，迄个法轮转呐，才有法度呢，推灭这个烦恼。轮呐转呐，才会当碾碎了这个无明的壳，完全给碾碎掉去。这无明的经济呢，才会当消灭啦。所以这个碎转。灭的烦恼吼，就是这轮那一转，才有法度加吼，加掉去吼，啊，改这经济推破去吼，个搞破，真呢可以吹去，安尼呢经济才袂过现前吼，灵敌焦热啊，这种心的烦恼才当去敌名为。甘露，这就是甘露啦。那这咱的慧命，就是因为呢，这个烦恼无明的慧呢，它伫咧甲咱烧啊，使咱呢慧命啊不得生长。那即嘛有法啦，会当呢亲像甘露，甘露呢就亲像。不速之有吼，那就亲像呢，迄个露水同款呐。所以这就是伫咧警惕咱众生啊，这迷茫呐、昏迷，用这个甘露水呢，予咱会当苏醒过来吼。那名叫做甘露法果啦，速将速者。闻其声不速，那以速者复生呐。
咱的真如本性啊，咱的慧命啊，希望呢，会当赶紧呢复活，会当呢，咱的慧命成长起来，从宿者反复依宿者，就是千提吼，千提就是做真多的恶业啦，那么会当该救拔起来吼。度苦恼众生啦，开示涅槃道，从迄个地狱啦、苦难中啦，安尼解救拔起来。那犯真罪，解做真济恶，解救拔啦。那开示好好解开示啊，所以度苦恼众生啦，开示涅槃。就是转法轮，那结法果吼，这呢，该为众生开示天人诀别之路吼，那路就是道啦，这条路呢，希望佛陀啊，会当来开示这条路吼，和众生啦，对众生的开示。对天人呢，也是同款，会当直灭，直灭就是讲断生死，常常讲直灭，那就是断生死啦，吼。那为众生，为天人，安尼呢，积甘露法果，予大家人醒起来，予大家人呢，会当知影，慧命爱成长啦。法爱究竟了解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治灭众生的苦难。啊，真多的法啊，咱拢爱时时多。